不用学别的，外号一级就学艺。俺们一级团干不干？可以干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觉得可以干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有谁今天皮痒了吗？假装往上走啊，他们并不知道我往这里插了眼。全军出击，如果那里面有人，他们不会知道我是在这里插了眼，明白吧？学到了吗？学到了吧，学到了，发在公屏上。后边，来来来来，我从来没说过，这必须得杀的，我们闪现不值钱。刚才不能上啊，刚才上稍微有点问题。所有东西加起来都更值钱。感觉可以强杀呀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能强杀啊，这不能强杀。这个我点的。nice 兄弟们呀，小黄毛死，但这波我们血赚，我没学 W 啊，我要学了 W 就好了。等会儿啊，差点钱。直接海克斯闪呀，打断了。哎呀，这也能打断了。这能有灵光披风加速，跑得快，跑快快。阿杜根，哎呦，换了，又换了，操，对面血钻，哎呀，好多兵啊，对面这波血钻了又，哎呀，回合游戏。
上波我们血赚，这波对面血赚。我去趟中路算了，不去了，没必要啊，这中路去了，这不杀没事，我不死不了，没有关系，我就在这儿站着。先杀 ADC， 阿杜根，可以。这是干嘛呀？七秒钟有E啊，小心点。回家吧，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回家。我太幼了吧，我这也啊，我也太幼了。我有闪，你给我回来！哎，我连兵都不吃，这就是一个好辅助。你怎么往塔里边走啊，兄弟？你别往塔里头走啊！哎呦，漂亮！这也能死，回家。先来个布甲骸呀，来个布甲骸，不来布甲骸，来布甲骸，咱不这锁着甲出不出来了吗？先来锁着甲，这英雄先出个那个啥，先出个板甲，跑得快，来个三速骸。
兜呀！我操，上单嘎的 like 了，这么猛！我这边在这一待，你敢一个人搁塔下待着，确实是行，兄弟。为什么卡萨丁来了？精神病啊，这卡萨丁。妇女组合给我们来了一个，挺讨人厌的。没人了，这还哪有人呢？这扯淡呢。不能再打了，他们是那都没有人了，那都地图上没人儿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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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跟你说你也不听。那地图都没人，那能打吗？那卡萨丁估计肯定来嘛。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啊，它好像是九级没啥玩呢，一会儿捡两个人头就起飞，千万别让它起飞。我们现在不跟着小黄毛走了，让它自己玩的，我们已经可以去找别人了。你倒给个助攻也行啊，一脚就给踹死了。别送了，好吧，别送了，行不行？别送了，少送俩。哎，来死啊兄弟，给我把这 ADC 杀了。哎呦，还行，这波不亏。我们二打四杀了四个啊，不对，三打四。一千一，差点钱。哎，差一点点钱，我们需要打一个炮车。
他肯定是有眼儿。对，就愣送。来打峡谷吧。阿杜跟你们杀我，随便杀，给你杀，我也不值钱，把这一杠六的，咱一个人头不要啊。一会儿来个小秒表，让他们打。玩家出来了，跑得快了。他才两件套，没事，把下路拆了吗？他们说吃一堑长一智，要真是这样，我已经让全世界的人都聪明了不少。一共三个眼儿，基本上就是中路一个，右边一个，下边一个，这小龙我们就拿下。小龙拿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把小龙拿了，你去上路，我们去拿小龙。对面后期阵容，龙他们肯定是不要了，可能会去抓卡密尔。把下塔拆了吧，来来来，拆下路。抓卡密尔。我看谁敢在这儿待啊，我看看谁敢搁这儿待。你呀、啊、你敢搁这儿待呀、啊、兄弟，你居然敢在这儿待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敢死拿下。辅助禁服玩的比中单禁服溜，其实最后一波都不该死的，我都没太玩好。